一个。Yes。 我在捡，我在捡，我在捡。没关系啊。可他们拿到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哎、欸。那个有干掉另一个那个分数。哦。希特铁。偷东西，偷东西。你躲下来。偷拿他的装。是哟、哦。哎、欸，地上好多把剑哦。不用管他了。看到剑以外的都是我们的。哎、欸，我觉得现在可以大举进攻一下哦。可是我想要再多拿一点啊，算了，好好好。欸、他有中毒之剑哎、欸。对啊，可以来杀他们一下。有，我刚刚有拿到，我把它放回去好了。哎、欸，谁射箭的、啊？巧克力，你要不要？我在射他们。你在哪里？乔生他们家。他们家？你是攻去人家家了吗？攻去啊！现在他们没有装备，他们好多人没装备，我们就用杀的。进去了？你们进去了吗？小雨给你。没。没有进去。小雨，往后退。有，我看到，我看到。我身上有东西。我跟风波都在最前线哦，大家可以过来，我们可以来打他们。好。上面这是干嘛？侦查的，侦查的。众矢之的。可以，有人可以进去挖了，我觉得。他们都在躲在。我身上有一堆铁剑。米菲可以进去挖。对，一堆铁。其实我们如果把他们杀死一波之后，就可以进来。对。哦，摇在那里耶。我们可以进去挖，直接进去挖了。他们人一直都被我们打爆。我帮你们打，你们快点。很那个。下来，我操！超累个，我什么都卡不住。狙击手巧克力在这边等候攻击。不是，我看到什么东西都卡住。哎、欸，快瞧！有他们一复活就被我射。啊！我痛！我还没吃。剑的伤害一定更高啊！我还没吃食物，死了！虐喽！肋骨之下的虐菜。太卡！没关系，我们一起。我一直挖就对了，一直挖，一直杀就对了。不是这个有挖太多下了。我要去挖。稿子已经多到爆出来了。稿子已经。好，先撤退，先撤退。什么东西都跳在里面了。可以打到底吧？对啊，我才正想要去打的说。没有，这样子的话，我们全部装备全部喷出来。好，你要死了是不是？没有，没有要吃，要记得吃，要记得吃。好，没关系，我帮你们挡，因为我身上没东西。我也是，因为我的剑伤用完了。那点名，来不及了。点名，他们要回去了。没有，他们有人离开，所以我们一定可以赢。哎、欸，他们还是完成了，可恶。他们吃错了，没关系。那地板上全部都是。重点是我身上一堆稿子，害我没办法拿剑使啊！对啊，这很麻烦哦。八七，搞死你！我先回来补充剑使。我抱了一堆的稿子送给他们。因为我在一个特定的方向的话，可以打爆他。这个吧，还在杀、啊，好猛、喔！我想去。哎、欸，巧克力，我们去挖个塔好不好？挖！我换个剑石就去。好，我什么都没带，带这个去就好。哎、欸，怎么回事？好像没有在扣分的、欸。啊！扣分是坏掉啊。对啊，死掉的扣分坏掉了。坏掉了。嗯，死掉的扣分坏了。还不赶快去挖？去挖了。在空中去挖，我们领先那么多。对对对，直接去挖了。嗯。挖。哇，拼命的挖，死了也没关系。对啊，死了没关系。我们告诉他这游戏到底要怎么玩啊？这就是飞尸的游戏啊！别傻了，他们都不知道这游戏怎么玩的。不是，都被我射爆了。对啊，太赞了！去挖了！快！领先啊！我发现我们还蛮有默契的。啊，完美组合。真的，哎、欸，他们快爆了！快，交给你们，我回个血。好，我再过去。他风破旁边。你知道有一个很好笑的是，如果那个他们看不到你的话，就很好笑。要不会直接从你面前走过？真的。好想那 leg 真的很智障，真的，投降啦！
恐怖的。耶、yeah! ！太棒了！哎、欸，这游戏就是靠前期疯狂的堆尸哎、欸。风风小雨，预备，我们赢了！太棒了！呜呼！太好笑了！太好笑了！不是不是，重点是我在那个地方，他们重生的地方会被我一直围，我一直拿中毒弓箭一直射他、欸，而且都不用都不用动的。因为我们这样超猛的，因为一重生就会在那个点上。啊、哦，他们大通话接了，我过去接。哎、欸、喂、啊，这个我知道，对，出错稿子，出到一直出错，所以稿子免洗稿子啊，太多了啊！你知道多到后来巧克力他们是直接全身带着稿子送过去吗？记者给你，对啊，直接送你们稿子就好啊！给你，给你，给你，有哈记就省了，我反复不上去，我也要，给你，给你，哈记，给你，哈记，哎、欸，我上不上？我这样有没有帮你极限的测试这张地图？阿基地上还要搞、哦欸，把我们搞全部丢到阿基身上。我觉得没有啦，直接重开了啦。满了，慢出来。对啊，我觉得今天要玩一场就好。你应该要很多要修，我可以告诉你很多的想法。我们先把我们知道的先跟他讲。对啊，还是阿基，你要先讲那边的，你觉得会有问题？我们先来重复一下这张，我们刚刚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你们到底干了什么？其实我们一开始发现就是那个啊，因为死掉稿子都会再拿到，然后其实一开始死掉也不会有问题，然后就一直去做免洗战术，可以敲两下就是两下这样。但我觉得到了正式的时候，免洗战术可能不会那么的有效，因为我们玩这个有点累个。对，会累个这个。对，因为太多人了，哈基你那边可能承受不住，有点累个，所以我去挖。有时候其实你居然在我旁边，我只要一个走，其实就很难打到我。对啊，不然正式来的话，应该就不会这么的容易被免洗到了。对，然后我们的然后我们还要说一些其他问题，就是那个矿物升级之后并没有喷两颗。对，金矿跟那个绿宝石都没有喷。然后第五阶段，不知道是第五阶段还是死掉会扣分，好像只有一次哎、欸。后来你们死掉都没再扣了。后来好像就没有另外扣。不要。然后还有就是，哎、欸，等一下我想一下，那什么，有一只卧，我们非常完美。我是想要有一只卧，来，我空手了，我身上全部都是稿子。我们在思考还有哪边有 bug， 你知道吗？还有哪边有 bug？ 哎、啊，再、欸、到处看看能不能遇到。还有就是我在外面只要一直不停的射箭，你们就会被射到爆哎、欸。对呀、啊，对，我一走出来，然后就狂射，然后我就宕机，然后被打爆。宕机。对，因为风光那个点刚好可以打得到。而且你之后因为那个重生点的时候，我就站在外面一直往特定角度射，就会把你们射爆。因为你们物资有够，你们后来弓箭够。对啊，不是我后来是捡你们，就是大家死掉那一波之后，那个我觉得还好，可以再测一下啦。再测吗？对啊，那个因为是已经打到局势有落差了，那已经是后期的，那已经是一面倒，那怎么样法？真的，我们前面没有分工，我们就是有人来了，我们就三个人冲出去，然后全部围过去。我们跟一群蚂蚁好不好？一有猎物进来，把全部围上去，然后。第一阶段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就去乱，反正死掉也不会怎样。但是如果你们有两个以上来弄我，我觉得就是赚了，赚到了。对，真的。而且这个游戏第一组就是乱的。而且你们有发现，那时候我先把你们红萝卜偷走。对，有看到红萝卜都不见了。对。可是我，因为我想要偷更多，就不小心就死掉了，让你们有红萝卜，可恶。我因为累格，所以说基本上摸不到什么。对，后面会累个，是他自己那边的蛤蟆局问题。下场可以参考，好啊，应该没有下场了啦。他们刚说今天先一场就好了。对啊，先一场要修，因为要修蛮多的。对，有点东，因为还没。好啊，哈基下一波记得再考，考虑一下好了。考虑一下，考虑一下怎样？没有啦，没有啦，下一波再揪，下一波再揪。要先，我觉得我们前面没有讲战术是这个很大的缺点。
好像先讲。你们前面没有先讨论吗？没有，这一场算是真的有价值，因为这次人数都有到。嗯，对，这次就差不多人数多，这样我觉得差不多。而且你又刚好遇到一个捣蛋鬼巧克力，超讨厌，超讨厌。然后我就会从那个家里看到说，巧克力又要来了，哎，我又看到他了。然后对着蚂蚁就围过去了。蚂蚁战术看来不可行啊。我觉得那弓箭真的是射到爆，哎，而且还有火焰，你们真的是被射死。真的，超酷！你们后期还有火焰呢，我们没有东西可以那个。哦，你们没有人去弄吗？我有去弄，不过因为我跟风波几乎就是从头到尾都在家里面一直收集资源，对吧？然后米菲跟巧克力就一直去换钱去。冲到我跟米菲是欢乐双人组。真的，我觉得我们就是没有人去换那个东西，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家。金矿没那个真的换那个商人真的很好用。啊，你才好用！当然，我换了四颗钻石，然后我跟风破猿一只钻石剑。可是我碰到剑是耐久一耶，太烂死！我看哈基后来就直接怒把商人给干掉了。嗯，因为这样就没有人可以换了、啊。而且我，而且他，而且哈基不是有一次有反弹到死吗？你弄我！因为他的装甲有那个惊奇白雾，所以你打我你会受伤。哇，因为这是反弹哦。对啊，所以你有一次被我弹死。那这不算 bug 啊？可是这个平常可以兼顾一点吗？那个是你把枪掉了，掉下去。又是因为没有铺满吧？有的有洞。哦，对了，还有那个啦，有观众跟我提醒的那个书柜啦，你那个附魔大师后面还有附魔台跟书柜。哦，对对对，你那个原本场景的没有拿掉，所以你放的那个没有用。等一下吧，不是。那是本来就会付给你一个，然后那个是多付的，是怕有人冲过去把你们的父母台拿走的话，好恶毒哦，好恐怖、哦，才有机会才这就需要，原来是破坏神啊，那个要拿到钻石稿不是吗？还是一般稿就可以？一般稿子可以把它打爆啊，也不用带走啊，打爆就够，我觉得，嗯，打包带走就好，原则就是把它打爆。阿金，你这样穿真的很像卫生裤，太高腰了。真的真的很像卫生裤，阿金裤，成人纸尿裤，我喜欢。可是阿金，你这衣服看起来很像那个哎、欸，很像童军团的那个小领带。柯文哲，打太直接了啦，直接打出来了。身上是不是唯一？我是唯一一个全身附魔。干嘛学我这招？哪招？巧克力应该也是。哎、欸，为什么我掉下去了啦？打下去了啦。注意一点。你的屏障有破洞吗？哎、欸，不是，哎、欸，这是有一个这是有问题吗？我在玩的时候一直飞在天上，然后我就一直看到你们一直在打我们，然后我现在玩完了，我现在下来了，是这样吗？脑袋有破洞。柔叶，你是后面才进来，你前面那个有一个设定，那边你没有经过那一段。明白，明白。岩浆。对。直接放岩浆。这个就可以。哎、欸、哎。欸欸、对了，哈基，我后来有在你们家放一些水，那个有影响到吗？有，非常有影响。好像你们家都无限水源。对啊，然后我就去把水挖掉，受不了。我这无限水源，然后那边一直放。现在你进去家里要用油的，你知道吗？巧克力真完全发挥那种干扰的那种效果。对啊，巧克力根本是蟑螂，好不好？我在帮你们把这张地图的极限给弄出来。你小象爱笑强。啊，所以现在怎样？要开检讨会是不是？对，检讨会。还有其他 bug 吗？还有其他？再想。嗯 ，PSKB 这边其他应该都没什么了。哦，那个如果削掉人家身上的东西，可以讲说是哪一个人的身上都被削掉吗？我想要看到。哦，是谁抽到的？清除装备，你说盗贼令吗？对对对，盗贼令，因为我们刚刚有拿到一张，所以你们刚刚是谁东西被清掉？没感觉，我。哦，是你没到岩浆下来啊？对啊，那个讲出来感觉比较好玩。对啊，感觉讲出来比较有效。情人节快乐。還有然后我、哦，然后现在那个侦察兵是在那个、哦、是在阵营塔上面哦。对，阵营塔上面，还蛮难去把它清掉的。可那样弓箭就射。可那其实他那样子打你有看得懂吗？可以一直看到你们后面一直跑过来跑过来。感谢菲菲订阅。哎，阿纪，你低头。怎么了？怎么了吗？我不懂。你怎么了？我看不到、啊。打掉啊！对
要这里敲掉上来的吗？对对对，发现好笑，快点蜜蜂上来。我们真的没有那个用盾牌的意思，你是蜜蜂装，很容易忘记用盾牌。对啊，对，我们这边拿盾牌都没有耗耐久度。小蜜蜂，盾牌都没有耗耐久度，就代表说我根本没有用到盾牌，有屁用！恶心家伙！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用到盾牌，然后进去敲，然后装备掉了那时候就没有。巧克力，怎样你那么恶心？安安安安，哦，晚安，要睡赶快睡哦，哦，拜拜。对哦，我还有轻盈血。哇！我碰到那个哎、欸，海底漫游哎、欸，海底漫游感觉不错啊。因为我跟东东两个就一直在家里面一直挖矿，一直挖矿，一直挖矿，所以我们等级都还蛮高的。不是，我是吸那个泉水的那个经验值，是我等级会比较高。因为我有去挖红石跟那个，所以还蛮多的。原来是玩那个透明方块啊！那个我看看。你到底为什么想要玩那个方块啊？不要睡，这样会有成就感。我知道，我需要军师。然后最后面那个leg，你觉得你那个哈基，你知道怎么去解决它？我在想看看是哪边，我把那个资源消耗的那边弄少点好了。哦，应该是我侦测弄少点。其实我觉得很好笑的是，每一次那个在敲那个核心的时候，我都以为是他都超，我超紧张的，会好紧张哦。声音真的，那一看哦，不是在敲对面，在敲对面。我要靠那个颜色，我才知道说哦，那是对面。对啊，超恐怖的。到底是还是不是？因为有一个显示的显示有一个 bug 是哦，对，那个显示 bug， 挖我们的心脏的时候没有显示，挖你们的有。哦，是哦，你们那边没有看到啊？所以你们那边有看到？其实你们挖会都会看到，我们挖也会看到，就因为都会看到，所以很紧张，还有那个音效，都会看到，所以很紧张。都会看到，可是你没有看到显示。你们有看到是谁挖的吗？有。你们来挖那边的时候会有。刚才介绍开始啊，现在干嘛？现在在开检讨会啊，现在开检讨会、啊。你们不会显示谁挖啊？就是我们被破坏的时候看不到是谁要挖掉我们的心脏。哦，我们会。你们那边，我们那边会看得到。对啊，突然看到那个对话里面有看到他自己写投降啦。有啊，对啊，大概剩五米左右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好惨哦！法师离开游戏干嘛？我重开游戏了。哦，好啊。爆炸了吗？啊，也差不多啦。也差不多了。对啊。之后有需要测再来测。好玩啊！好啊，拜拜。对啊，拜拜。拜拜。感谢哈基，请大家期待正式的地图啦。耶、yeah, okay, ！期待正式地图。Yeah, 真的要记得要使用盾牌，要不然真的是都没用。都蛮聪明，对啊，自己都没有用到，都没有耗耐久。对啊，这其实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都没什么的。我觉得这是，而且我们的盾牌没，要有给书吧，要不然我们没办法做防御啊。哦，要耐久吧，要耐久吧，附魔大师里面要放耐久一之类的。耐久我觉得没有必要啦，没有必要。没有，因为盾牌不怎么会用到的意思吗？盾牌就不要按右键嘛，它会集钱，然后我们攻击才会有效果。对啊，盾牌拿着好像是没有，拿着好像是不会有用的。那个弓箭效果的话可以砍掉，可以把弓箭弹掉。弓箭有啊，我先关台。关台。大家感谢今天的收看，哎，我觉得这真的很好玩，这是第二次玩他们贝塔第二届，然后由我们我。风破小雨还有米菲获得了胜利，让大家感受到什么叫做捣蛋鬼巧克力。哎，这个完全符合游戏规则底下去玩，好不好？这个是其实就是测试，因为我觉得要测试就是要多做一些稀里古怪的事情嘛，这样子才可以完全的测试到不同的战术可以在这张地图上有怎样的发挥。哇，我觉得很不错，之后会再做 bug 的调整，然后也会再看。像其实我觉得核心破坏稿啊，如果死掉，因为这一场有点 lag， 所以不太确定。如果不 lag 的状况底下，说不定破坏方块没有办法那么容易。但如果还是很容易的话，我觉得核心破坏稿就是必须要用建造的，这样你死掉复活，你没有稿子，那你就不需要再去建造一把稿子才可以去挖。我觉得这样子就会有很大的，就是你比较不能死掉，对啊，就是再慢慢做一些调整，相信之后这张地图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大家可以好好期待咯。感谢今天的收看，捣蛋鬼巧克力在这边跟大家先说声晚安啦，大家
拜拜，呜呼，胜利喽，拜。